头发。 几点了？小满下班听歌是不是要开始了？怎么了？表好像停了。我看。6点半了，时间已经过了，那我们下载听吧。 4年前，我们在外面听到自己写的歌是一种什么感觉啊？没什么感觉，真是个狠人，对自己不那么冷漠。不然呢？你觉得要有什么感觉？就这首歌又被多一个人听到的那种满足感。对我来说，把想写的歌写完，发出去以后。 其实要表达的就已经表达完了，他们听不听得到，懂不懂，不是我的事。你就别骗自己了。要是真是这样的话，你写完干嘛拿去给别人唱呀？你就当写日记本那样子留着自己看不就好了嘛？拿去给别人唱，我还是想被别人听到嘛。是为了糊口，小鹿姐拿去卖的。这个样子。 那你可得加油产出啦，因为我特别能吃。好的。哎呦，这么认真的吗？ 爱奇艺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